commercial 其實係好 artistic 嘅，重要，因為你仲要計條數啊，你仲要計條數。Yeah. 喂，你可唔可以計到條劇？你計到條數，你條數你能夠做一百場，你唔係你一百場唔係計緊你100% 喎，每次你係60%或80% 嘅入座率，你就已經可以 run 得到，mm-hmm. 賺到錢，平到數。喂，咁佢諗呢個方法嘅時候，但係唔係講緊你講緊千位喎，次都。可能讲几百位或者几十个位、一百个位，即可能有多不同的。咁我见到而家香港的状况有阵时就系少咗呢啲 alternative 啊，少咗呢啲咁样嘅另类啊。咁可唔可以喺而家我譬如喺呢个岗位位置里边，可唔可以做？